家好，我是市政府的代表，今天是在做跟立法之前公司，我是更新处副处长，可以吧？那本更新案以98年6月16日核电公告36条，行政部的3001号和8001号，本府3月1号核准并函告皇家及台专等罪，请于101年3月18号前搬迁相关物品及自行拆迁土地改良物。本府执行公务，请各位配合，请离开现场。本府执行公务，请各位配合，离开现场。本府执行公务，请配合，离开现场。都跟压力安葬法律，都跟压力安葬法律。不要这样子，我不可以。安葬法律。可以了，我尊重你，如果要这样子，我不同意。你没有尊重国家法律，那王家有同意吗？当然也不同意。我们之前依法执行在，请你们配合。你们的法律安葬，我要拆你家，请你退海。建商立为安葬法律，建商立为立的法，安葬的法律。我先协调。该回立院去修法就好了。问题在哪里？大家都知道。我要怎么来？我没有，今天你可以干成没有，大家不要那么紧张，没有，还有时间呐、啊，没有那么快、啊，赶快去讲，赶快去沟通啊，赶快去沟通，你要知道我们在执法，你们立的法，我们在执法可以违反比例原则，把人载到，你自己去读法，我跟你讲，你比我还懂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认为我比你还懂，我才要告诉你啊。我们被逼的，不得不这样，赶快去修法啦。公务人员执法要有良心呐、啊。如果你现在已经是超越比例，你把学生放到山区去，然后还不让他下车，没有啊？怎么没有？哪有？你交给我看。我说证给你看，到时候告诉你。好，去。谢谢各位警官。